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啊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33页第五行，啊，第五行看起。别名观音救苦，啊，世间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有急难恐怖，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，无不得解脱者。幕后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为什么？经上讲的极难恐怖，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是很容易遇到的啊！万一不幸遇到了怎么办？立刻就要想到这一句经文啊，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，你就能得救。这个话释迦牟尼佛亲口为我们讲的，我们要相信，不能怀疑，要牢牢地记住，要时时刻刻提醒。啊，这两天我们偶尔看到电视报道，全世界各地方的灾难，太多了，过去历史没听说有这么多灾难。灾难从哪里来的？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相是现象，所有一切现象
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此界他方。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这些现象上面从诸佛如来，下面到六道三途，这些现象通通是心现识变。心是真心，佛经上常常用心，像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啊，没有想到自信。中国古人称本性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这个善是称赞，称赞到最高峰，最究竟，最圆满，叫至善。啊，因为他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。啊，我们在大乘经里面读的很多，对这桩事情有概念，我们也心心向往如何证得。啊，自信是一切众生共有的，阿弥陀佛有，释迦如来有，一切诸佛有，我们也有。啊，不但我们有，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、佛经上常用的比喻，恒河沙数，无疑不是自信所现，无疑不是为识所变。啊，自信是真心，为识是妄心。设法界的众生迷失了自信，日用平常都把妄心当作真心，这个错误真正叫大错了。为什么？我们永远不能回归自信，永远迷惑在六道轮回，原因就在此地。啊，所以大乘经教里头，佛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教我们发菩提心。菩提心是真心，就是自信。啊，什么叫菩提心？佛法对于一切法的解释，它有三个：体、相、用。它的本体是什么？本质是什么？它什么样子？它有什么作用？啊，从这三方面讲清楚了，
持学习的人听到的人才有个概念啊，体是真心啊，妄心的体是真心，没有离开真心，不过是把真心迷了。真心能现象，相不是真的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包括极乐世界，包括诸佛如来，没有例外的啊，统统是虚妄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佛告诉我们，一切法，这个一切包括佛法，包括阿弥陀佛，包括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一法在外，这一句全包了，一切法叫毕竟空，这真相啊！啊，妄相假的不可得，真的也不可得。真的如果有个可以得这个念头在里头，真的就变成假的了。为什么？没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是变成假的了。所以，真妄都不能起心动念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你看到的真的，听到的是真的，接触到的都是真的。啊，真是对妄说的，相对而说的。妄既然没有，哪来的真？这就告诉我们，两边都不能执着。执着妄错了，执着真也错了。执着真，真就变成妄了。清净心里头啊，没有起心动念呢，起心动念就坏了。啊，我们睡觉，晚上睡觉都不老实，为什么会做梦？梦从哪里来的？起心动念啊，变成梦境了。圣贤君子跟一般凡夫的差别在哪里？就在一个对于真妄明了，一个对于真妄都不明了，不明了，两边都执着。啊，明白之后，两边都放下就对了，通通放下。啊，自信不可得，因为它不是物质，它也不是念头，你想不到。啊，不想他就现前，想就迷了。所以定修定，定中的境界，真妄两边都不执着，是法佛法一如，不二。啊，眼见色不起心动念。啊。不起心不动念是佛，化身菩萨。啊，起心动念是菩萨，菩萨没有分别之处，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就万法一体。
啊，那刚入佛门的得受用，他还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，这是阿罗汉。阿罗汉不执着，有分别不执着。菩萨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诸佛没有起心动念，记住啊，修什么？修这个。在哪里修？在眼见色上修，在耳闻身上修，在鼻嗅香上修，在舌肠胃上修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，这叫真修行，这高啊！啊，能入佛境界，能了生死出三界。啊，能往生，能证果。啊，那么这些《大乘经》上讲的很多，讲的很透彻。读经，为什么？对于事实真相没搞清楚，要读经。通通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要不要读经？不要读经。大乘里面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修戒定慧，啊，他们都去入定去了，禅修。啊，真正禅修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修。啊，专门修禅的，他在禅堂里面，燃香打坐。把真妄两边统放下，啊，邪正两边都放下，是法佛法统放下，做到什么时候？做到豁然大悟，他成功。啊，那么净宗法门与禅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。禅是总相，净是别相，是一不是二。啊，净宗用念佛的方法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念念相续，不能间断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修定啊！把妄想念掉，我只有佛号没妄想；把杂念念掉，没有妄想，没杂念，这叫离一心不乱。高了，跟禅宗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没两样，方法不一样，得的果是完全相同。啊，那还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菩萨也没错。啊，放下一切执着。知道全是假的，也就是执着什么不放在心上，心上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，这是阿罗汉。
啊，阿罗汉是本科毕业，菩萨是硕士，佛是博士。佛、菩萨、阿罗汉是佛陀教育里面三个学位的名称，这个要知道啊。这一句佛号，海贤老和尚做出最好的榜样，给我们看，用这个方法，通通可以证得。啊，真肯放下，所以光是念不放下不行的。念了几十年了，还是没有办法，没有把握往生。啊，如果念的时候放下，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，放下起心动念，那真有成就啊！这个法门容易成就，八万四千法门难。为什么？一定要断烦恼，清净心现前，平等心现前，大彻大悟啊，这条路子难走，真的，一万二个人修行，难得有一个成就，尤其在今天这个社会。不容易啊。那么放下，从哪儿放起？我老老实实告诉你，从把手机扔掉放弃。为什么？那是大魔王，他叫你日夜都不能安稳。啊，一想，你看，马上接得了，你就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全来了。啊，你的心静不下来，啊，不能有。啊，能够不看的尽量放下，别看它。啊，电视不是好东西。啊，把你念佛这件功夫破得干干净净。啊，不能看的书别看它。都是叫你起妄想，起分别，起执着，你想是不是？那换句话说，完全是破坏我们的功夫，帮助我们搞六道轮回。啊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就是轮回业，你行善三善道，你造恶三恶道，行善也不行啊，三善道啊，善恶两边都放下，不能只放下一边。那善是好事，好事不如无事，无事成佛，成阿罗汉，成佛啊，好事顶多不过是到色界天去当天王啊，四禅天去做天王啊，第一等的忉利天王，这中国人常说的玉皇大帝啊，三善道，寿命虽然长，福报虽然大，要跟极乐世界比，差远了，差太远了，
简直不能比啊。所以如其求生天堂，不如往生极乐。这就对了。往生极乐，欧耶大师告诉我这四个字：信、愿、持名。持名就是念佛，对极乐世界，对阿弥陀佛相信，没有怀疑，这信有了。愿是求生，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去，我到极乐世界去成佛。为什么成佛？我成佛，我才有圆满的智慧、能力、神通去度化众生，帮助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三途众生。成佛是为这个，不是为别的。这叫大菩提心。要发这个心，没有为自己的啊，为自己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的个根，就是五种见惑里的身见，认为这个身体是我，从哪里错起？就从这里开始错起，到以后全错了。那这个身体，身体不是我，身体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。不能过分地看重它，过分地看重它，你就全心全力照顾它了，把佛就忘掉了，那个可惜啊。啊，用它干什么呢？佛门所谓的借假修真，这身是假的。啊，借我用几十年，我在这几十年当中，我用这个假身来修真道，这就对了。啊，这是什么人？世间有智慧的人，有福报的人，都是第一等的智慧福报。有智慧，他会选择，他不会走错路。啊，什么人有智慧？释迦牟尼佛有智慧，他身是王子，不做国王。要用这个身去修行，去成道的智慧。有大福德的人，高明厚利，他能不动心？他听到佛法，真的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他把名利都放下了，或是在家修行，或是出家修行，都有成就。啊，出家第一个代表的释迦牟尼佛，在家第一个代表的维摩居士。啊，这两个都是究竟圆满，成佛了。一个实现出家，一个实现在家。出家在家都能成佛，
没有两样。都要清楚。于是我们对修行人要尊敬，对于有成就的人都要礼拜。啊，维摩居士有成就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真成佛了。世尊的弟子摩揭尼舍利弗啊，这些人见到维摩居士都是顶礼三拜，右饶三掌，跟对释迦佛的礼节完全相同啊。那不能看到，哎呀，他是居士，居士好像就矮一等，大错特错啊，不可以啊。啊，你要更清楚一点，你就晓得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但是我们是平等。多少佛菩萨在三恶道实现度化众生，他实现的是地狱身、魔鬼身、畜生身，实际他是佛，他是菩萨。我们能对这些畜生生轻慢心吗？不可以。不但对动物要尊重，要养成尊重的习惯。我们看到蚂蚁，或者蚂蚁菩萨啊，看到苍蝇是苍蝇菩萨，这是真的。我们对他恭敬，他知不知道？知道，他就不会干扰我们，我们也就不要杀生了。啊，我们希望和平共处。啊，在这个环境里头，还有树木花草。树有树神，花有花神，草木有草木神，有山神，有水神，有龙王。这里头我们不知道啊，佛告诉我们都有诸佛菩萨罗汉化身在其中。啊，特别是观世音菩萨，无处不化身呐、无时不化身呐、遇事众生造罪业有灾难，他分身化身越多，越明显。他在干什么？帮助众生回头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现什么身。那应该用什么方法得度，他就用什么方法。佛没有一定的身相，没有一定的法门，没有一定的言语，完全是看众生啊，总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，众生想什么他就现什么。那么在这个地球上，过去这两三千年当中啊，两三千年当中，
释迦牟尼佛传教，把佛教介绍给大家。佛灭度之后，佛的学生们四面八方宣传啊，这在历史上能看到的，语言不一样，有些地方一二百年就没有了，有些地方三四百年没有了，六七百年没有了。啊，传到今天，啊，咱们以外国人说吧，2500年，佛法在这2000多年来，有盛有衰，啊，盛的时候，这个盛衰全是感应的。跟众生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有关系。啊，众生起心动念善，言语造作善，善感得的福报。诸佛菩萨来教化众生，佛法兴旺。如果众生思想不善，言行不善，造作不善，佛菩萨就不来。为什么不来？佛菩萨要来了，众生的罪造得更重，他不相信啊，他批判佛菩萨，侮辱佛菩萨，糟蹋佛菩萨，那这罪就更重了，所以他不来啊，不让你造罪业。这时候佛法衰了，啊，实际上呢，实际上诸佛菩萨众生越是在灾难的时候他越关心，啊，他也来实现，但是不以佛菩萨这个身份来实现，那实现帮助你造罪业啊，他用什么身份？他的神通方法可多了啊，他也实现妖魔鬼怪来帮助你造业，你喜欢造业吗？啊，造了业之后果报马上现前啊，用这个方法，我们今天讲的，再用文化来讲，用因果教育，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啊，表演是完全是反面的、负面的，希望你在这里，希望在这些现形象里面你看到之后能就不敢造罪了。啊，早年朱金洲老居士告诉我，
他真正相信佛，是夜晚见鬼啊，女鬼啊，半夜了，在一起走路的时候，他在前面，他在后面，鬼在前面，人在后面，走了半个多钟点，忽然想起深夜啊，一个女人单身，晚上走这么长的路，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寒毛直竖啊，这感应我们能理解，寒毛直竖啊，再仔细一看，这个人只有上身没有下身，这一下人不见了。啊，他信佛了。过去听的那些故事，他都知道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他见过很多。啊，所以他告诉我，他如果我要不见到这一幕，一生永远不会相信。他说，那是观世音菩萨化身。啊，化这种身，在机缘成熟的时候，事先给他看，他看了之后就回头。啊，每个人学佛的缘都不一样。啊，学佛的缘绝对不是魔鬼实现的，决定是佛菩萨实现的。看到鬼，那鬼是佛菩萨。啊，他帮助你啊。啊，大概在30多年前，我在美国旧金山有一个同学，我们也很熟。啊，他租了一个房子，这个房子所以不干净，有鬼。每一天晚上半夜12点，鬼就出现，很凶很恶啊，好像要找他逃命啊。他念阿弥陀佛，鬼靠近他不敢贴近，叫阿弥陀佛挡住他。不念呢，他就走进来。而念的时候，他就不动。他知道这个管用，就念佛。念到天亮，鬼走了。啊，很久啊，他告诉我们了。我说，你为什么不换个房间？我不要换。好，他天天叫我念佛。哎，要没有他，我就不念佛了。啊，这是个女同学啊，很年轻，那时候在学校读书啊。啊，这很有智慧，她接受了。以后我听说她出家了。啊，在台湾出家的。啊，出家一定是个好修行人。啊，见鬼不是见一次，天天见，折磨了很久一段时间。啊，他不换房子，他愿意接受，很有勇气。啊，一般人都吓坏了，一次第二天再也不敢住这房子。啊，他还是愿意住。啊，这个都是大善根。大福德了，感应佛菩萨啊，逼着你非干不可。那我们今天这个事情灾难多，
啊，我学佛之后好像没有多久，我就不看电视啊，50多年啊，大概看电视啊，看报纸，像看新闻这些，学佛前5年，5年以后我就远离了啊，所以这些资讯我放弃了啊，新闻都不看。好，心地清净，问我这个世间的信息，我都不知道。啊，这些年讲经教学，有同学每一个星期给我揭露一份头条新闻。啊，重要的信息啊，抄一个题目简单说明，我一个星期就看这样东西，看这个东西了解一些状况。这些年来一年这个灾难一年比一年严重啊，确实没有看到有缓和的迹象，没有，一年比一年重，这不是好事。所以这一段经文比什么都重要，万一我们遇到急难遇到恐怖怎么办？啊，念佛的人，真正念佛人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，求往生呢。啊，这个世间没留念，啊，对极乐世界还有疑惑，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，还不想走，这是一般世间人，包括一部分念佛求生净土的人，他这个地方舍不得离开，这时怎么办？这个极难恐怖现前，念观音菩萨，怎么个念法？你看这里，但自归命。归是皈依，啊，依就是依靠，完全投靠观世音菩萨，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。有没有效果？有效果。这个时候念佛，念菩萨名号，不能有杂念，不能有妄想。啊，这一句佛号念定了，一直念下去，等灾难化解了。就好，如果是一家，全家人都要念，平常你看看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劝导大家，他说人心坏了，灾难多了，怎么化解？
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。那一般人不懂，印祖教人，这教我们念佛人，早晚课完念完做完之后，念一千声观世音菩萨名号，求化解灾难，不是为自己求，是为这个世界造作恶业众生替他们求。有没有效果？有效。诚在里，只要你用真诚心，就产生效果。啊，沉在灵呢，念佛没有效果，是真诚心不足，你还有妄念，还有妄想，啊，还有情执，让你的心达不到真诚的度数，所以功夫不得力啊！如果是真诚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这一句佛号念一千声，决定有效啊！这个要紧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观世音菩萨是称这个世间人称赞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法华经普门品里的书，观世音菩萨有三经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这尊菩萨，第一部就是《法华经》的普门品啊，第二部《楞严经》里面大士不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，普门品里面是讲观介绍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这些事情啊，《楞严经》里面是给我们介绍观世音菩萨他怎么修成的，怎么成就的啊？还有一部经是《华严经》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里面有一参参访观世音菩萨啊，这个一章经典里面自行化他都说到啊，成为观音三经啊，这三种经我们曾经把它抽出来印成一本啊，叫观音三经，过去我们印过很多次啊，希望呢在这个时代大量流通。三经早年都讲过啊，好像都留着有光碟。啊，普门品里面说苦恼众生一心称名，观世音菩萨即使观其音声皆得解脱，不是讲听你的声音，讲观你的声音，观自在啊！啊，观是什么？观是看破，
所以菩萨看破之后，你不能放下，菩萨教你放下，有效，但是这个效是一时的。你如果能够明白，能够接受这一句佛号，我这一生一世，我天天读，一天不缺，我一直念下去，这就对了。你跟菩萨去结缘了，这个缘愈结愈深。你在六道轮回里，观音菩萨照顾你；你在十法界，观音菩萨也照顾你。啊，如果你念佛求生净土，观世音菩萨全力帮助你。为什么？他在极乐世界。啊，那么今天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这个会里面，啊，这一会我们学习是需要学习这个单元里头特别提醒我们，啊，千万要记住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我们在危急的时候他真会帮忙。又曰，这还是普门品里面说的，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摩诃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大，啊，就是我们讲菩萨，大菩萨，啊，大菩萨是指等觉菩萨，啊，等觉以下的，我们都完成菩萨，啊，等觉我们称摩诃萨。那么也有人把三贤十地、三贤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这三十个位置称菩萨。十地从初地到十地到等觉，一共是十一个位置称为摩诃萨。啊，两种说法都讲得通，都好。啊，不必执着。那么至少都是登地菩萨，登地是大菩萨。说于不为极难之中，啊，在恐怖，在极难，啊，像这几天，中国国内有很大面积这有水灾，这是极难的，真的是不为极难的。啊，学佛的同学如果要能够想到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啊，一心称念，你就得菩萨帮助，能够脱离危险的境界。啊，所以能施无畏。是故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。布施有三种。有财布施，有法布施，有无畏布施，就是你有恐怖，你身心不安，啊，菩萨帮助你，把你的心定下来，让你得到安稳，
这叫不是无为。是故若有其难恐怖啊，但以至诚归向大师，虔持名号，习得解脱，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黄念祖老居士注这段经，注到最后也念一句，带着我们念，怎么念法？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第28品我们就讲到此地，现在我们看下面29品，愿力红尘第29品，题有简单的解释。本品贤彼土所有菩萨均愿力弘深，决定一生不佛。观音实质是表法啊，这两位前面介绍过了，九缘界之前他们就成佛了。阿弥陀佛建立极乐净土，只有十劫，换一句话说，时间并不很长啊，他们九缘界都成佛了，真的是一佛出世，叫千佛拥护啊，志同道合的这些诸佛如来通通现身，帮助佛教化众生啊，在极乐世界以摩诃萨的身份帮助阿弥陀佛，向观音实质不但帮助阿弥陀佛教化，还帮助阿弥陀佛戒引啊，佛来戒引，常常有人看到观音实质在阿弥陀佛左右两边，真正慈悲到极处啊！到极乐世界，佛是老师，老师有威严啊！有的学生不敢单独见老师。那怎么办？菩萨来帮助你解决。菩萨是同学、学长啊，那就方便多了啊，可以自由很多了，不必那么拘束啊。啊，观世音菩萨智慧神通道理，跟阿弥陀佛是一样同等。都是圆满的啊，都是证得究竟圆满。像观音实质这样的菩萨在极乐世界很多，到处都碰到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成就快啊，就是有能力
有福德的这些教学的老师多，老师好，同学里面都有接触的人，指导的人啊，这是劝导我们一定要求愿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等于成佛了。说的太多啊，这个经要大量流通。虽然有一些人反对，没关系啊，他反对他的，我按照这个经学，我的利益，他不得利益。啊，我们不要害怕。海贤老和尚注释为我们表演92年，啊，他20岁出家，112岁往生，阿弥陀佛嘱咐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不可以离开啊，多住几年，做一个好榜样给佛弟子们看。佛弟子很多，修行的法门不一样，有显教，有密教，有大乘，有小乘啊，在中国有汉传的，有藏传的，不一样啊。啊，怎样学才像一个佛弟子？他给我们做出来了，是什么样的？叶三老师，听话，正干，听谁的话？听老师的，老师教导他的。叶三不违背，这叫听话啊！老师就叫他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这一句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啊！他果然这一句佛号就念了92年，叫不拐弯了。不认识字，也不想认识字，没有念过经，也不想念经。不但不想念经，他也不想听经。为什么？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跟大众在一起做早晚课，早晚课的仪规他不会，别人念经念咒，他心里头在念阿弥陀佛，口里头没有应声，心里头这一句佛号从来没断过，这一种道心的人呢，有道心的人很难得了，到哪里去找啊？
真的是可遇不可求，找不到。找到一个，那是宝。只要他一生坚持，不中断，不改变，决定有成就。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都要有这种心态呀！啊，这真正孝亲尊师对释迦、对弥陀孝顺。啊，对老师尊重，老师教你法门决定是正确的，决定不会错。啊，我们看念老的下面的注解：若有本愿为众生故，这一句非常重要。愿为众生，虽生极乐国土，不舍卧道有情，故入生死，救度群生。凡是有这个大愿，海贤老和尚有这个愿。下莲居老居士有这个愿。黄念祖老居士有这个愿。他们可以早往生的。为什么留在这个世界？是为帮助众生，下老的任务汇集这部经，这部经汇集的太好了，汇集的天衣无缝啊，找不到丝毫破绽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从头到尾一气呵成，真难得啊！菩萨再来，我听黄念老跟我说，下莲老、普贤菩萨再来。啊，他自己也有人说，观世音菩萨才来的，都不是凡人的。他们告诉我，我相信。啊，为什么？我看他一生的行仪很像。啊，像普贤菩萨，像观音菩萨。啊。那么样的慈悲，经历多少苦难，那些苦难都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。啊，他难受啊！啊，一个会经完成了，一个注解出来了。啊，我们相信，真有理由相信，这部经这个注解。肯定会留到末法最后一百年，所有的佛经都没有了，什么经存在？这个经存在，这部注解存在。
啊，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我们用什么本子最好用这个。我们要印经、布施、修福，啊，印哪一个经本是最殊胜？修第一佛宝，最大佛宝，无过于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无过于这一部注解。啊，我们更希望我们这里搞汉学院的，汉学院有佛学系，佛学系的主修的就是这部经，就是这个注解。啊，目的呢，要把这部注解写成白话文。啊，再白一点，他这个里头引用的还是很多，都要把它用白话文写出来，翻成外国文字，对全世界流通。这个第一大福报，无比殊胜的功德了。啊，过去人想修，这经没出来，你没找到。所以现在人比过去人有福，民国初年的人就找不到一个本子跟他相比。我在这里特别介绍啊，印经就印这一本，念经就念这一部，求解就用这个注解，保证你往生不退成佛。都是假的啊！我这一生喜欢大臣，你看我从85岁把大臣放下了，就专这一门啊，这一门真管用。这一门就是圆满的大乘，是圆满的佛法，究竟圆满的成佛之道，道是路啊！你走上这个道路，你决定成佛。啊，后面几句说得更好，于林设法，一切众生皆得往生，皆当作佛，辗转救度，无有穷尽。念老这几句话说得多好，句句是真话了，没有一个字是假的。啊，屏幕这一屏幕，佛赞无量寿佛恩德无极。啊，这到后面我们会念到。啊，愿力宏深。我们学了智慧，我们的愿，我们的愿力要坚固，要宏深。啊，这一生当中。决定成就。我们看经文啊，经文第一段，生皆作佛，往生的到极乐世界，毕业的时候统统成佛了啊，都拿到究竟圆满的学位。请看经文，佛赐阿难，彼佛刹中，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，皆当究竟一生不出。念老的注解注得好，
这一品经正是阿弥陀佛第35愿，一生不出愿，以及36愿。36愿是教化随意愿之成就。啊，这一品经里头48愿里面第35、36。啊，这两愿兑现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为我们说出我们看念到的主席啊，本品正弥陀第35，一生不出愿，这一篇正是阿弥陀佛第35愿啊，他有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一生不必等第二生，你就证得不处菩萨。不处是等觉菩萨，比等觉菩萨还高一点。为什么？他就要成佛了，很快就成佛了。不就是后不佛啊，像释迦牟尼佛灭度了，下面不住菩萨是弥勒菩萨啊，弥勒菩萨将来到这个世界实现成佛啊，这一大劫当中有1000尊佛出世啊，释迦牟尼佛是第四个，第四代，第五代是弥勒菩萨。啊，最后一位成佛的，这1000佛最后一人佛是韦陀菩萨，现在是护法。一生不住，不是后不佛。啊，后补佛在什么地方后补？在斗率天，弥勒菩萨现在住在斗率天。斗率是梵语，它的意思是知足。你看看，这名字多好，什么时候快成佛了？知足了。这都是表法弥勒所实现的大慈大悲也，叫慈氏啊，中国佛教把他老人家供在庙门口山门，你一进门口你就看到正当中所坐的弥勒菩萨，两边四大天王啊，这是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学问中国人的福报。为什么？表法嘛，把弥勒菩萨放在大门口，你进庙门第一个看到他，他代表的是什么？平等慈悲，代表知足嘛。所以你不知足，那你没有看懂，你不慈悲你也没有看懂啊！你要真正看懂了，知足慈悲以清净心
平等心、爱心，就是慈悲心，对待一切众生，表这个意思，提醒我们呢，两边四大天王护法护谁呀？护自己，护知足、护慈悲的人啊，他表什么？东方天王名字叫持国，保持的持，国家的国，持国就是护国，使命就是这个。那么在佛门里面，这个护国是护我们自己，菩萨保护我，我的护法神，他用什么方法？他手上拿的是琵琶，琵琶代表什么？不是他喜欢唱歌，那你就搞错了。琵琶是弦乐器，那个弦要扭到恰到好处，松的不响，太紧了就断掉了。代表什么？代表中道，恰到好处。我想要护我的一生，那就得用中道，用中啊，跟儒家的中庸，大学每年呀，表这个啊，跟大乘佛法里的中道第一，表这个啊，起心动念。处事待人接物，都能做到恰到好处。不过分，也不能不到。不到位，不恭敬。过分了，先巴结。都不是中道。所以教我们要懂得中道。就对了。南方天王镇长天王第一个是护国持国天王，第二个镇长，镇长就提升智慧，要镇长德行，要镇长福报，也要增长弘法利身的事业，也要增长。用什么方法增长？他手上拿的是剑，剑代表增长，怎么代表？精进的，像武士一样带着宝剑开路什么样难关都不怕，都能够突破。所以用这个用宝剑，它都有很深的意义在。西方广目天王
那就是说如何具体来提升啊？西方天王手上拿的是龙，或者拿的是蛇，都行。蛇跟龙表变化啊，它不是固定的，它能变化。北方天王多闻啊，西方叫广目，多看这个宇宙，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变化太大，你要看清楚啊，你不要被外面变化迷惑了，要看清楚啊。另外一个手上拿了个珠啊，龙会变，珠不变啊，以不变对万变，教这个方法。北方天王多闻啊，你看西方的多看，北方多闻，长见识啊。他手上拿着伞盖，拿了一把伞，伞盖是代表什么？代表防止污染。你看的很多，听的很多，不能为外面境界所染污，染污你的心不清净啊。所以清净平等觉是我们这个经，这部经的经体啊。修什么？修清净，修平等，修觉，四大天王用这个来护持。啊，多看要有听功，多听要不被污染，表这个你说多好啊。这个小小的天王殿当中是弥勒菩萨四个护法，护谁？护自己，护修行人，行人啊，这个它真的起作用啊！啊，所以佛法的教学，那么早的年代就进入了艺术的教学啊，用这个艺术来表法啊，人之所爱。啊，琵琶表中道，宝剑表精进，龙蛇表变化，伞盖表防止污染。天王殿的表法，每一个殿堂都有表法，你都要懂啊！一句话不说，到寺庙里转一圈，大乘佛法全熏习到了。那不知道的，认为这是多神教，认为这是迷信，这是低级宗教。啊，我们在没搞清楚之前都是这样说的。你说佛教冤不冤枉？啊，你要明了他的意思之后，你觉得教学手段多高明啊，多好啊！用雕塑，用美术
啊，用艺术，不说一句话，你一看一听，自然你明白。啊，那么想学经教的，经典太丰富了。啊，喜欢学哪一门，你就学哪一门。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第一，没有第二。为什么？门门都能帮助你成无上道。啊，门门都能帮助你一生成就。所以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那么三十五愿是一生不住，三十六愿是教化随意。啊，两种成就啊。我们再看注解后面这一段啊，生我国者，究竟彼智一生不出。下头，除其本愿为众生故，披弘誓铠，教化一切有情，戒发信心，修菩提心，行普贤道，虽生他方世界，永离我道。这后面几句，如果是一心求净土，在净土成佛之后，再回来度众生，好，啊，还有一些人慈悲心很重，不是没有，有人，众生太可怜了，赶快去度他，啊，等我成佛，他受多少罪？所以有这些人，他的愿是以教化众生，把他摆在最前面。我自己没有成就，我先要把教化众生这个事情做好。啊，这真的叫披弘誓铠。弘誓是弘法利生，铠甲是许许多多的障碍魔障，他都能一关一关突破，这就是修忍辱波罗蜜。啊，一切法得成于忍。啊，不能忍的不会成就。啊，要成就一定要修忍辱波罗蜜。六度里头，第一度是放下，布施、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是自己彻底放下。啊，放下之后，智慧现前，有智慧才能持戒。所以，放不下的人，他就不能持戒。这个六度，厚厚深于前前，前面前，后面深。啊，第一个没有做到，就没有第二个；第二个没有做到，没有第三个。这一定要懂。
所以把看破放下摆在最前面啊，布施就是放下。儒家也如是，大学中庸是孔子学生写的啊，内容是夫子在世的时候所说的，常常所说的，他们把它整理出来写成这篇文字流传后世啊。中庸是礼，礼就讲一个诚，真诚啊。大学是讲方法，就是日常怎么个修法，从哪里开始，从格物，格物就是放下，就是布施啊。三种布施，这个功跟格物是完全相同啊。不是欲望啊，人贪财，财放下；贪名贪利，名利放下啊。学了佛了还贪图功德，功德也要放下，样样都放下才行啊。啊，才能自知，自知就是智慧开了，就是看破啊，你才能看得破啊。放下帮助看破，看破帮助放下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这四个字相辅相成啊。我是26岁学佛，头一次见张家大师，也是头一次跟出家人见面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大乘佛法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起入境界啊。老师就告诉我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啊。告诉我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这个话很简单，把佛法说尽再就没得说了啊。菩萨道不外乎看破放下，真正看破放下了，意诚心正啊，这就是菩提心了。菩提心的自受用啊，意诚是菩提心的体，真诚啊，清净是菩提心起作用，不再被染污了，然后心就正啊，心正之后身就修了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一步一步向上提升啊，跟佛法六度相应啊。你看布施放下财，放下欲望物欲，啊，放下分别执着，放下起心动念，都是从布施成就的。布施到最后，圆满的布施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彻底放下了。啊，放下分别执着，
啊，再把世出世间一切统统放下，就圆满成就。啊，三贤菩萨世法放下了，佛法没放下。啊，佛法不放下，待业往生，只有这条路是正路，其他的路麻烦，没有真正好老师领导你、照顾你，很容易走入岔路，走上邪路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净宗这条路，依靠这一本书就够了。有人知道好，没有人知道这部书就是夏莲居、黄念祖这两位菩萨在带着你。你只要不离开这两个人，你在净宗必定成就。啊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教化一切有情，也得有缘，与众生有缘。没有缘，为什么？他不喜欢听你的，你没办法教他。所以，戒缘是学佛里面很重要的一桩大事。早年我跟李老师学教，我在台中住了十年。啊，李老师是每逢星期三晚上讲经，大家都知道几十年如一日，所以不要通知啊，到图书馆听经，星期三去，决定是盛会。啊，老师的法缘殊胜，讲堂不大，里面座位400个，坐满，还有很多站着的，大概总是450人到500人听见。在那个时代，啊，没有扩音器，没有这个这些先进的科技设备。啊，老师就告诉我要结缘了，不结缘你讲就没人听了。怎么结法？做招待。老师星期三讲经，我们这20多个学生就是招待。啊，招待每个人来，给他引座位，给他鞠躬，啊，恭恭敬敬引导他，这结缘了。另外老师告诉我啊，花个1-2块钱买什么？买花生米，买蚕豆，很多嘛，一个人给一个，就结缘了。我不干这个事情。啊，广结善缘，将来我们讲经，这些人也来听。啊，所以是。结缘的方法很多，自己要善用啊，不要把机会失掉啊。印经布施是结缘啊，印光大师很会结缘，所以弟子到处都是啊。他用什么印经？因为他家乡口音很重，他讲话很少人听得懂啊，他用文字来弘法啊。这印光大师文超诸位都知道，用文字用书信来弘法利生，做得非常成功啊。设法的供养就干一桩事情，印经
应善书，他不做第二桩事情。啊，供养洞穴钱很多，他开一个印刷厂，在苏州红花市，我去参观过。啊，红花市现在还印线装书，很少，分量不多。啊，都是木刻板。啊，我学佛，李老师告诉我，学印光法师。啊，我也很听话。印光大师有印刷厂，我没印刷厂。我委托书局替我印书。啊，他印的书我全要。啊，你像这个《道德丛书》，这是红花社的，就是印光大师那里出版的，原版是他的，有同修送一套给我。我一看很完整，没有欠缺，我交到台湾世界书局印一万套，我这一万套是赠送的，是借缘，所有的供养都做印书啊，所以 这些年来送大藏经大概差不多到一万套啊，经论善书太多了，没有中断过啊。现在我们办汉学院，我们要培养能读经的年轻人，能讲经的年轻人啊，能把这些经典写成白话文，翻成外国文，流通全世界，我们干这个事情啊。所以供养我的，我不需要供养，生活很简单啊，顶多出门旅费啊，旅费也有人供养，所以凡是供养我的，我通通现在拿来护持英国汉学院，不做其他用途啊。这个汉学院的目的就是培养年轻人认识中国字，懂得文言文啊，能够读文言文，能够写文言文啊，能够把文言文翻成白话文。刚才讲了，将白话文翻成外国文，流通全世界啊。我们的课本是什么？唐太宗编的《群书之要》啊，民国初年还有一部跟这个类似的《国学之要》，我们的教科书就这两套啊。我们自己不编教材啊，编怎么编也编不过古人，我们就用《四库全书》做教材，用这两部书做我们的教科书。这两部书学会了，读四库，读会要没问题，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啊，这样中国传统文化不会中断。啊，这些年轻人传承，他们接受过来，发扬光大。啊，再传给后代，目的就达到了。啊，真正是庄子所说的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汉学院就是做这两句话，这两句话是汉学院的院训，是汉学院的宗旨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啊，后头还有一句。
大家一听自然懂，凡生极乐者不离安阳，安阳就是极乐世界，必至一生不出啊，不要离开极乐世界，决定在极乐世界成佛，这目的就达到了。